你做他家属，我怎么办啊？你是谁啊？我是靳站长的预备家属。哎，班长，班长啊，那个女孩是上次靳站救的那个跳楼女孩，又是一个民警站的。有可能。不行不行，这姑娘之前就是为情自杀，还不如徐来呢。哎，你不是徐来安插在靳站身边的奸细吗？打电话，通风报信呀。快呀！啊，好，这喂，喂，雪，你在哪儿？我在门口呢。哎，你赶紧过来呀！靳站和一个跳楼女孩，哎，突发情况。申请做消防员家属吗？等等，不可以。我看靳站这次跑不掉了，这徐来也太猛。哎呀，你做他家属，我怎么办啊？你是谁啊？我是靳站长的预备家属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我不相信，靳站，您上次可是豁出命救我的，宝贝，我帮你送送他。哎哎，靳站，哎你，哎靳，哎，来，给靳时川。放手，还不死心呢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怎么不关我的事了？你惦记我的男人，这个男人我已经预定了，你趁早放弃。我放不放弃他说了算，你说了不算。他要是不同意，我就不活了。他说了算，你就这么没有自己的主见吗？我靳站长救你是他作为消防员的职责，还有你是感情来去的够快的呀。我劝你不要总是为了感情去寻死觅活的，更不要用生命去绑架感情，这很幼稚。一个人活着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去做，只为男人而活的女人是没有魅力的，要先学会爱自己，再去爱别人。演技不错，满口谎话，张口就来。你什么时候成为我的预备家属了？十年之前我就已经想好了，十年之约你忘了？看来我的演技真的不错。刚才那些话，你猜哪句真，哪句假？无聊。我送你一个护身符吧。再有女生纠缠你，你就亮出这个来，保证不会有人再接近你了。幼稚。不许扔掉哦，你已经被我套住了。谢谢啊。这一次要不是因为你，我都赶不到。放心，就算你不来，靳站也不会搭理他的。毕竟我们靳站从来不跟女人聊天，然后也不近女色。也就是你这么虎，才能镇得住他。看好你。真的？你也觉得我有戏？有戏？有什么戏啊？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。我跟靳站这么多年，靳站完全就是个情感绝缘体，他绝对不会为任何人改变自己的原则。你花再多心思也是白费。白费。
那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排斥感情吗？他是不是受过伤啊？你少跟我在这打听，我不像他，我绝对不会出卖靳战的。就问问而已嘛，这么严肃。对于你这种基于靳战的洪水猛兽，必须严防死守，以防渗透。现在就渗透。游戏。